很久没有玩这队了。啊，对，等一下会有那个版权盾哈，等一下可能打到一半要换音乐啊。好，进场呢，我们先认真玩，然后叠一下这个 EX 哈，叠一下 EX， 来叠好叠满。哎，没有叠到。好，这一波一定要带走，各位。没打死的话，我就死了。好，差不多刚好。正常转哦，正常转应该都可以带走。接下来是这个不能消暗的阵。继续叠，来继续叠哈。好，行动纸已经满了，行动纸满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不要吵。我们先开个 BGM 哈，神魔 BGM， 然后呢，把这个游戏的这个音乐有没有先关掉？行云流水啊，这个关 BGM 的这个动作，行云流水。好，继续。啊，怎么没音乐？靠腰。好，有音乐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到这个水骑手啊，不是不是，是火珠不能消这里哈。火珠不能消这里，非常的简单啊，把你的这只八爪鱼打开啊，把你的八爪鱼打开。OK。然后呢，下一关哈、哦、不能手消水，我们就看一下骑手珠是哪一颗就好。好，水珠还是水珠，水珠还是水珠哈、哦。哎，怎么那么远啊？奇怪。这个水珠还是水珠。我们叠了27了哎。OK， 加倍12点，12点。接下来手消全火，手消全光啊。来，手消全火，手消全光，来一波带走。好，接下来下一关哈，那个通通珠直接开那个这一只哈，第四只，把负面效果消除了这一只，然后不要消到木珠，来消除掉，消除掉之后呢，不要消到木珠，然后开雪未来，雪未来打开哈，雪未来打开。哦，虐菜。接下来呢，下一关石化珠这个地方哈、哦，石化珠这个地方我们先转看看哈、哦，先看一下伤害够不够。哎，完蛋了，消到光珠啦！等一下，不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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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没事没事。这边的话，我想一下，不要消到光珠，应该还撑得住吧。
哦，不要消耗光珠，应该还撑得住。破得了房吗？可以。那这边就是慢慢打过去就好了啊。其实我懒得转，我懒得那个慢慢打，我想要直接干过去，好吧？直接打过去。你们有抖内？谢谢那个丙儿啊！我干林老 C 刚刚打250字都送不出抖内，是不是你的字源里面包括了一些不能说的字？好，这个地方哦，这个地方一定要一波带走哦，一定要一波带走哦，各位，肯定要一波带走哦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决定开个这个，一定要一波带走，各位。而且它天降的位置好像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开龙科，好不好？我们这边开龙科，我刚刚是不是拖太久了？EX3博会不会被那个消掉啊？我验什么都是断掉了，有断吗？应该没断啊。而且你这边开龙科还可以顺便回满血，就算你没打死好了，哦，还有机会。差点断哦，所以这边要注意回满血，顺便打死他 ，OK 的。那最后一关开水初音，超简单，直接打死。哦，最后一关直接开水初音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这样子好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消到水珠不够算了，没关系啊，反正伤害应该是已经爆炸了，所以这边的话就是这样的。哎，谢谢丙儿啊，刚刚丙儿第一次懂那么多，辛苦你了，感谢感谢。OK， 全机械成就哈，全机械成就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。好，这样就可以拿到龙科了。